好，李日希部电路九号咧，又系慢咗多少啊？前面快噶嘛，外边位置就系嗰只忠诚宝宝啊，响出边有极速赢啦，中间独步天下埋蓝粉红衫就有型人啦。咁啊，见到中间白衫黄帽咧就你知我得啊，但系要跟住个第六位咧外栏第三、啊，第四位咧就系呢只你知我得啊，第五位粉红衫就有型人啦，再后多层啊嘛，入边啊龙泽飞区，外边咧就红当当，揈咗出嚟中档嘅马咧，仲有仙路神话，最出嗰边啊，春风万里大爱当。电脑九号睇下有冇得爆下啦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忠诚宝宝咧抛离咗一个身位噶啦，见到中间位置就极速赢啊，再见到中间你知我得就上咗少少，中外档上嘅嘛，有呢只咧就有型人啦，出边红当当啦，最出有一队冲锋万里同埋只电脑九号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忠诚宝宝将后边嘅对手越抛越甩啦，咁啊后边嘅嘛有型人进占第二，出边咧仲有只冲锋万里接近终点，忠诚宝宝放头收姜赢马，跑第二名咧。初出嗰只系有型人，第三外边追上嚟咧就春风万里，咁至于第四名嘅马咧，中间你知我得啦，入边独步天下啦，两匹马比较接近啲啊。结果今场赛事呢只忠诚宝宝咁啊跑千四，一放到底赢得相当轻松。劲到不得了啊！呢个忠诚宝宝前面步速一啲都唔慢啊！